Baby Bus 神秘的山洞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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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看，什么东西在发光？走，我们去看看。这个洞金光闪闪的，真神奇！我要叫主人来看。嗨，道哥，你在干嘛？去！别捣乱，我很忙。那我来帮你吧。你别过来！道哥小心！你快来帮忙！我来了！还好。你们没事吧？完了完了，我们被困住了！一碰到你们，准没好事。啊？那我们怎么办？哇！你们快来看啊！这种时候还有心思玩儿？水晶石！道哥，我来帮你。妙妙，小心！下面红色的是什么？好热呀！岩浆，是岩浆！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要变成一只大热狗了！有了，我们只要到对面去就安全了。哎，宝宝巴士，奇妙汉子来帮忙。哎，啊，跳跳板，我们跳过去。哇，琪琪好棒！哎，让我先来。我们到了。谢谢道哥。快让我上去啊！加油！这里有热，有胶。我想回家。大家别着急，我们再往那边走走，说不定还有其他出口。对，我们快走吧。哎，只能这样了。好热啊！怎么
会有福利。喵喵，过来。嘿，我也过来了。大家快来，这里有出口。来，出口。这么高，难道你能飞出去吗？飞出去，飞出去。我们可以飞出去。怎么飞呀？变成小鸟吗？好，宝宝巴士，奇妙汉子来帮忙。滑翔伞，起飞喽！来喽！还有我，哎。怎么往下掉？可能是太重了，大家小心！太重了！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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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好不容易才拿到的，烫死我了！终于出来了！我的水晶呢？我的水晶。我是琪琪，我是喵喵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奇妙汉字吧。滑翔伞，跳跳板，我是琪琪。我是妙妙，琪琪，妙妙。嗨，琪琪。咦？你们要去哪里？小绵羊的羊毛太长了。掉得满地都是，我要带他去捡羊毛。小绵羊去哪了？小
谢你了。哈哈，多亏满地的羊毛才让我找到小绵羊，还好没有把羊毛剪光。鸟妈妈，你别着急，我来想办法。你好，这里是消防局。森林着火了，树上有很多蛋宝宝，快来救他们吧。好的，我们立刻出发。嘣吧嘣，嘣嘣吧嘣，嘣吧嘣，嘣嘣吧嘣。我是消防员，警报响起了。我是消防员，出动消防车。我是消防员，立刻去救援。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消防员在路上。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消防员到达现场。消防员来灭火了。嘣吧嘣，嘣嘣吧嘣，嘣吧嘣，嘣嘣吧嘣。我是消防员，拿起长水枪。我是消防员，登上云梯车。我是消防员，勇敢去救火。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我来救你了。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消防员，不要害怕。我家里失火了，快来帮忙灭火。好的，立刻出发。我是消防员，警报响起了。我是消防员，出动消防车。我是消防员，立刻去救援。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消防员在路上。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消防员到达现场。太好了，消防员来救我了。嘣吧嘣，嘣嘣吧嘣，嘣吧嘣，嘣嘣吧嘣。我是消防员，拿起长水枪。我是消防员，登上云梯车。我是消防员，勇敢去救火。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我来救你了。消防员，消防员，消防员，不要害怕。嘣吧嘣，嘣嘣吧嘣，嘣吧嘣，嘣嘣吧嘣。谢谢你们及时救了鸟妈妈的宝宝，也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不客气，大家的安全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小鸟宝宝们在学消防员灭火呢。走丢了怎么办？小朋友们，明天的野餐你们想吃些什么呢？草莓、香蕉、大包子、巧克力。我要吃鱼，这些我全都爱吃，我全都要。好，我们的购物列车就要出发了。是茄汁味的好的，还是胡椒味的好的？还是我试试麻辣味的呢？爸爸，你说我买什么味的好啊？爸爸，奇奇妙妙，你们去哪儿了？让叔叔看看，你们都买了些什么？小福，你拿了你最爱的鱼罐头了吗？小福，
小夫，你在哪儿？小夫不见了！小夫，你们跟紧我，不要乱跑，不然连你们也走散了。怎么办？小夫不见了，他找不到我们，一定很慌张。是爸爸，爸爸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小朋友，你找谁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爸爸，爸爸，你在哪儿呢？平时要记住爸爸妈妈的手机号哦。万一在商场和爸爸妈妈走散了，不要慌张，记得找保安叔叔帮忙哦。小朋友，你怎么一个人啊？是不是和爸爸妈妈走散了？保安叔叔，我找不到爸爸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小福。小福，你记得爸爸的手机号码吗？记得，是18120821858。妙妙，我们让多多来帮我们一起找小福吧。好主意。喂，爸爸，我是小福。小福，是小福。小福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一张桌子旁边。桌子？除了桌子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保安叔叔。小福，你把电话给保安叔叔，让叔叔和爸爸说。好。喂，您好。我和您的孩子在超市入口的服务台呢。小福在那里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小福，是不是吓坏了？以后可要跟紧爸爸，别再走丢了。真是太谢谢你了，小福，快谢谢保安叔叔。谢谢保安叔叔。不用谢，小福，你表现得很棒哦。因为你没有慌张，懂得来找保安叔叔，还能记得爸爸的电话号码呢。小福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好高兴啊！小朋友们，如果不小心和爸爸妈妈走散了，记得找保安叔叔帮忙哦。最重要的是要记住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哦。再见。琪琪，早安。早安，妙妙。今天我们要去执行什么任务呢？今天我们要去街上巡逻，看看有没有人需要帮助。好，那我们快点出发吧。我是一个小小警察，开着警车帮助大家，遇到困难找我帮忙。可以在路边玩球，很危险的。对不起，我们下次会注意的。那边有个足球场，你们可以去那里踢球，这样就不怕球滚到马路上了。好，那我们要继续巡逻了。再见。再见。小小警察开着警车到处巡逻，看见一个迷路小孩，别担心，我帮你找到妈妈。
我们带你去找妈妈。嗯。我是一个小小警察，开着警车帮助大家，遇到困难找我帮忙，有我在守护大家的安全。我是一个小小警察，开着警车带你回家，奇奇妙妙，谢谢你们的帮忙。不客气。你为什么一个人跑出来玩呢？我追着一只漂亮的蝴蝶，蝴蝶飞得很快，然后我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一定要记得不能自己一个人跑出来玩哦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我们完成今天的巡逻了，现在我们把警车开回去吧。好，小朋友们在外面需要帮助的时候，请找我们哦。我来指挥交通。交通警察，交通警察，公车司机看我指挥向前进，看我手势向前进。红灯停，绿灯行，黄灯亮了请小心。颁个奖章给他们吧。妈妈，乐乐，姐姐回家喽。咪咪，我们今天要先去超市买东西，再回家哦。超市在马路对面，你知道要怎么安全地过马路吗？我知道。好，
那你要做给弟弟看哦。哦，我们走吧。嗯。我们一起回家去，回家去，回家去。我们一起回家去，在路上要小心。我们一起手牵手，手牵手，手牵手。我们一起手牵手，在路上要小心。我们一起过马路，向左看，向右看。我们一起过马路，在路上才安全。耶，超市到了。我们一起手牵手，手牵手，手牵手。我们一起手牵手，在路上要小心。我们一起过马路，不乱跑，不乱跑。我们一起慢慢走，在路上才安全。我们一起回家去，手牵手，手牵手。我们一起慢慢走，安全回到家。到家啦！耶！走在路上一定要小心，才能安全到家哦。